大家好，我是大梅。今天我要做这个鳗鱼段，川子最爱吃的，小时候他说他最爱吃的鱼就是这个鳗鱼啊。我今天做红烧，走了，开始。鳗鱼化开之后，我们改刀切一下，它这个处理都非常干净。这个鳗鱼你们收到之后不用清洗的，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，直接改刀切一下就行。热锅倒油，倒入葱姜蒜、干辣椒，加入生硬的人参，水开倒入鳗鱼，加入一勺料酒，加入生抽，加入老抽，加入白糖，加入青椒小米辣，对不是，那个不刚好水掉进去了。在回来路上喂那个喂那鳗鱼啊。啊，不对，这鳗鱼特地是为你做的。在这呢。这是花花给我。这个你料呗。嗯。怎么你为什么头发越来越像？因为我人也越来越像了。好不要脸。哎，嗯，不弄这鱼，整个一盘都是给你的，今天这是特地给你做的，绝对不骗你。嗯，反正这鱼还需要吃的，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鱼适合体虚的人，所以特地给你做了，我就喝点特饮。嗯，哎，那这那样气都不会开的。我的，没你这个做的编码多好吃啊！嗯，起码没开过这个东西。不喝茶了吗？啊，喝茶了。不用，我给你。不。微醺款，没有酒精度的，没酒精度了。这个你喝还有意思吗？乖，这个真好喝。你天天跟真的似的。快喝好。它就跟汽水一样。不好。不是。谢谢花花啊，虽然没啥酒精度，味道还行，正好。它像那个蛇一样，就中间应该煮的略微淡一点小细丝。嗯。嗯。哇，你要几单啊？刺不多，中间那一块的话，其实跟带鱼这个有点像，中间没啥刺。嗯。这里可以油炸，听到没？嗯，也可以油炸，还可以做汤啊。嗯，吃它很多很多呢。红烧的话就是家常，做的比较多一些。大妹，你要不开个饭店吧？啊？真的假的？嗯。我不想理你。我要跟我朋友走一个。朋友走一个。走一个。去哪儿？走一个啊，你不懂啊、哦、我要买一个那个酒壶啊，我已经在买了，跨药监的，然后就喝完酒之后就这样的、哦、好野，然后再弄一下头，然后再配个音乐，到时候给我配个音乐，笑傲江湖。山炮。嗯，挺好的，这个我喜欢那种风格，不拘一小节那种风格。其实我说实话啊，我更适合做男的，是吧？嗯，不太温柔。嗯，人家说女人温柔的话，男人会喜欢温柔的女人。来，梅哥，这你一个。喂，这句话既然叫哥了，哥了给你喊一罐，大方一点。来，走一个，不要客气，来，哥走，哥俩走。哎，明天这个比那个好。哎，不，你是喝过不喝？你天天不刷牙不学书，这有淡淡的口臭。没有，我大方了才买了牙刷刷的呀。三个月不刷牙的人，太恶心了。你敢把牙齿跟牙齿对比一下吗？嗯。来。哎呀，看见了无从下口。我喜欢喝这个梨味儿，我再吃一会儿。
上色非常成功啊！哎呦，这什么选手啊？他的肉刺也不是很多，这个刺。哎呀，对，然后吃完这一口鱼之后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来，走一个。山包。总的来说，用这个喝不过瘾啊。这一包啊。嗯，处理干净非常好，直接化脓之后切开，清汤就行。你多吃一点，这个鱼特地给你熬。嗯。感谢啊，感谢你，感谢社会我梅哥。不客气。嗯。你可以在社会上，梅哥罩着你啊。好。这不会。嗯。好。今天视频拍到这里了，鳗鱼可以红烧，可以煲汤，还可以干啥？来，川弟说。油炸。嗯，还可以油炸啊。来，给他走一个，干活去来，跟着梅哥走。有酒有饭不发愁。对，好，再见啊。走。